今天有点重感冒，就可能声音稍微有点那个。那不要唱了，滚吧！哦，不愿意上来就跟我借口这个呢？你躺下来了吗？不是，我就是说，我怕一会儿有什么瑕疵的话就。你肯定会有瑕疵。No。因为你已经负能量了。干嘛？很热吗？一直呼呼呼。你谁呀、啊、你？平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国传播大学南广学院。我在中国传播学院。南广学院着什么急？慢慢说。不是，然后是，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叫李楠。我的号码是20911号。唱什么？我唱那个为你，金海心的《为你骄傲》。你讲话有点结巴吗？没有，很唱。那你开始唱吧。整晚胡思乱想，夜色正好。No。天华老师没有通过，不通过，谢谢你的参与。我觉得你很不尊重人。我对他们很尊重你，就是评委老师给我的感觉。这样，我来说句话。妹妹，我跟你讲，你传媒大学学什么的？我，产品设计。啊，对，我就知道你肯定学的不是播音系，也不是表演系，也不是歌唱系。不是不尊重你，我觉得是首先。我们给了你很多的时间让你说话，你话都说不利落怎么去唱歌，对吧？老师给的感觉真的是太严肃了，就没有自己的一个感觉在。这是一个考场啊，不严肃。你是选手，要面对任何的选手就是往外拔出来的。那你要进入到社会上工作的话，那你会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你笑脸相迎吗？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知道我走啊，是我希望就是后面的选手真的就是给他们一种很不要觉得是在考试呀、啊、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多他们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想唱的也都没有唱出来。